外号高老香港电影摄影师陈国雄，本月17号凌晨在香港拍摄成龙新片《绝地逃亡》时遇上帆船意外，当场溺毙，遗下太太、13岁儿子及16岁女儿。渔向团结的渔圈人士旋即发挥互助精神，不少艺人以及演艺人协会、摄影师协会等希望协助陈国雄家人渡过难关。而陈国雄的师父导演马楚成也及时决定捐出10万元。据知，就连张柏芝也已低调掏出50万元，而跟陈国雄合作过的高圆圆和古天乐等也主动提出想帮忙。而一度被认定疏忽的陈龙就表示，除了私人名义之外，剧组也会为陈国雄捐钱。而对于各方质疑拍摄时安全措施太儿戏，一艘小船居然坐了8个人，而且是全部坐在同一侧，直接催化意外发生，陈龙就表示那艘船长20公尺，坐8个人是足够的，而且事发时船上的人也分布均匀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